我也跪落涂跤三三秒，你都唔通走。好，你讲的话我答应个到，诚实呀。也毋过，你爱想，伊母子以后是要哪生活过春秋嘞？你放心，我会尽心服伊，予伊去外面的所在成囝大汉。这好，一切拢往三秒你注意，微信予你一下，我来准备尽心孝弟。惠娘啊，是恁老爸害咱这对鸳鸯拆散，不是我要予你去孤单，永远咱无法度相偎。我先写一纸，今日都无牵拖。